What's up, guys? 欢迎回到 Battle Beard Master。上次讲 Vector 的时候，有提到也有其他很强的武器，这次就来分享我自己最喜欢的步枪 FL， 有着比 AK-15 更暴力的射速和可以跟 Vector 对台的 TDK。虽然后坐力高了一点，但如果你控得住的话，这把枪绝对有场均百杀的实力。今天就来讲讲这把枪的数值分析、小技巧和配件改法。影片已经分好段落了，有需要可以直接跳到需要的章节。先从最重要的伤害开始说吧。FL 和 AK-15 一样，都是一发40的伤害，大部分情况下三发就可以收掉敌人。打头的话，甚至可以到60。这是代表在敌人无甲的情况下，如果能打到一枪头，只要打得到第二枪，敌人就会倒了。就算是支援兵的 EXO 甲，也是最多五枪就死，而且这个伤害直到151公尺之后才会开始衰减。就算打远，用点放脸也是杀伤力很高。放眼整个 Battle Beat Remaster 的军火库，这个伤害等级的步枪也只有 Scar H、AK-15 和 FL。很多时候敌人都是感觉被爆头，然后一枪就秒掉了。这枪就是这么的暴力。射速的部分 ，FL 落在 650rpm， 差不多每秒 10.8 发。对比 M4 和其他正常的步枪，大概落在660到700中间。可以说650是稍微低了一点。不过极高的伤害也是把射速的缺点打平。毕竟同样暴力的步枪 SCAR 和 AK-15 分别的射速都只有500和540，可以说在射速上已经好很多了。然后就必须来说说后坐力。虽然 FL 的伤害和射速面看起来都是顶级的，不过毕竟是暴力枪，射速又高，后坐力肯定是没有那么好控。裸枪的情况下，垂直后坐力 1.5， 水平后坐力 2.2 和 1.0 的首发后坐乘数，在游戏中应该是最难压住的枪之一了。对比基础武器的 M4，垂直后坐力 1.5， 水平后坐力 0.6 和 1.0 的首发后坐乘数，可以看出虽然垂直后坐力一模一样，但是最重要的水平后坐力高了整整 1.6， 导致 FL 在压枪时会有左右跳很大的问题。这也是要练好 FL 最难的点，毕竟垂直后坐是往下压就好，但是水平后坐不一样，真正在对枪时非常不好控制，所以稍后的配件推荐我也是往水平后坐力去矫正。不过也不太需要担心，刚刚也有说过 FL 的射速在整个突击步枪类别中算是后段班，所以实际用起来不会感觉到太大的后坐力。举个例子来说， Scorpion Evil 的垂直后坐力是 2.7， 在装了垂直后把之后是 2.16。 因为它的射速是 1200， 所以每射一发出去，后坐力叠起来就会非常的恐怖，像这样可以看到非常的夸张。所以 FL 的射速稍微低一点其实是没有那么糟的，至少在对后坐力的影响上是这样。再来要说说 FL 的另外一个缺点，子弹数量。FL 的基础弹量只有20发，而且射速又有650的情况下，真的很容易打一下就射完。不过好在换弹速度其实是比较快的， 3.37 秒。如果你改快速弹夹，甚至可以缩短到 2.65 秒。或是也可以加装加长弹夹。虽然会有32的弹容量，但是会蛮大层面上影响枪的性能。原本就糟了的水平后坐力会更高之外，开镜、跑步、换弹和切换速度都会削弱。不过我个人有时候20发真的不够打，所以能压得住的话真的可以考虑加长弹夹。到这边缺点大概就说完了，剩下的就是一些小优点，像是高于平均的220毫秒开镜速度，在近距离交战时会多一个优势，以及没有像 AK-15 一样被惩罚的正常跑步速度，在身法和移动上会更自由。比起较规的战术穿插打法，这把暴力神枪就让你直接顶到别人脸上开扁，它的数值也不会让你失望。通常打输的最多原因都是出在自己身上，耗枪啊，或者是走到百个月被射烂。在用这把枪的时候是真的很常发生，后坐力是真的有点大之外，而且正是因为对枪上太强，导致自己常常无脑乱冲，敢拉白给。数值方面就分析完了，接着说说我自己用这把枪的心得技巧分享。主要还是围着弹容量这件事来说，毕竟伤害和射速已经是顶尖了，后坐力的话也是看个人造化，多在练习场练一练吧。我要说的主要有两点，第一件事情是首发准确度。我们在用全自动武器时，因为有连发优势，所以常常会没完全瞄准好去开枪，而 FL 就不太能这样玩。除了他们有那么多子弹给你泼水之外，你开枪之后后坐力就开始起飞了，那要在子弹打空之前把准心从那么高的后坐力拉回来是有点难度的，所以建议在用 FL 的时候慢慢瞄准，先瞄好再射。因为就算瞄的慢一点，只要你有打到 FL 的伤害和射速都可以把你凹回来。刚刚也有提到，甚至只要打到头，最好的情况下你只要再赛中一枪人就会倒了。
这就是首发准确度在 FL 身上的重要性。再来是收放扳机，用 FL 时常常会有射到一半准心整个跑掉的情况，这时候请放开你的扳机，不要扣着。除了白白浪费子弹之外，如果你真的打空弹夹，敌人还没倒的话，你是真的会被自己抽死，像是这样。所以，当你发现你快控不住后坐力时，就松开扳机，让准心回复一下再继续射，这样既不会浪费子弹，也不会被自己抽死，一举两得。接着来推荐一下配件的部分，今天提供给大家两种方向，一个是快速弹夹的改法，另外一个是降弹夹的。首先，快速弹夹也是比较好控的改法。瞄具我推荐了红点，毕竟这枪还是在中近距离比较好发挥。然后是握把，非常推荐用 BCM 跟 Fighter， 这个握把会极大的削减水平后坐力，在 FL 上非常有用。再来是枪口，因为我们选用的是快速弹匣，不会增加太多后坐力，这边就选 Tactical 来让垂直后坐力也更轻松一点。测好鬼就看自己喜欢，我是没有撞。然后记得把快速弹匣也装上去。这个改法虽然只有20发子弹，但是后坐力会比较好控，换弹也比较快，适合那些对后坐力比较没有办法的人。第二个加强弹夹的改法，瞄具也是用红点，真的太万用了。握把的部分继续选用 BCM 跟 Fighter， 选了加强弹夹会大幅增加水平后坐力，那这个握把就变成必要了。枪口的部分就有差别，我会推荐 Flash Hider 消炎器。除了别人看不见你的枪口火光之外，还会大幅减少水平后坐力。虽然垂直后坐会上升，但是比水平的好解决多了。测好鬼一样看自己喜欢，我没有装。然后弹夹就是这样弹夹，这个改法弹容量多了一半以上，一次可以打更多人，但是同时后坐力也变高，垂直水平都会在2左右，更加的难控。不过熟练了之后，绝对可以体会到在这种暴力枪上有32发子弹是什么感觉。我个人是用这个改法，对我来说子弹真的太常射光了，所以32发会让我有更高的容错空间，中距一下也可以直接压到底，看能不能塞到几颗头。最后总结一下 ，FL 这把枪就是在对枪上非常的强，不过要你能控得住它的后坐力。虽然在140等才会解锁，不过我自己感觉它是除了 M200、P90 外，唯一一个在高等级解锁而且非常强的枪，真的很值得为了这把枪练等级。那差不多就到这边啦，如果觉得这影片有帮助的话，帮我按个喜欢，不喜欢就按不喜欢吧。顺便宣传一下，最近有在图奇开台挂台，还有枪的 skin 可以拿，欢迎来听我屁话欸，连结在影片说明栏了， DC 约战区的连结也在那边，可以在那边找人一起玩哦。好，大概就这样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 See ya。